各位观众朋友，你好，欢迎收看台湾一波新闻，我是葛晶霞。台北市的民众就先要注意了，在两点的时候，中山区建国北路二段发生了漏加速的事件，原因是台北加速公司挖断了加速管线，消防警戒范围是伫咧锦州街民生路口、建国北路，也佮有民生东路，请民众尽量避开即挂路段。咱的性命危险，就真正要注意。刷来来看到吼，那是喘气啊，平常时是盖住脸，不过有的人是喘气有困难，这就是爱做福建咯。台中主治病院就成立了细胞复原治疗室，这是真需要真济空间、资源甲能力。不过健保的补助是真少，所以真济病院拢无安尼服务。台中主治病院就以病患的需要来大声考虑，专心道理嘛，让病患得到了真好的恢复，得到了国家品质的肯定。钟阿姨有呼吸的疾病，肺部真侪痰排不出来，接受肺复原治疗一年外，伊感觉帮助真大。肺里面感觉到把那个肺里面的废气吐出来。慢性肺阻塞治疗，治疗药物改分。过来就是肺复原治疗。过去研究发现，通过这样肺复原，病人的这个肺功能也会进步。他后续因为这个天气变化或急性恶化的次数也会下降，所以整个的照顾的品质，他的这个身体功能会提升。就亲像大众熟悉的骨科复健同款，肺部嘛需要复健，但真侪病院考量成本高，无愿意投入。它占了很多空间、设备以及人力，然后在给付上面相对又比较低，但是医院因为本着要服务病人的这个责任，我们在投入不管是呼吸治疗师，我们的设备以及人力以及空间，都希望提供病人比较好的这个治疗的模式。台中主治病院成立肺复原治疗室已经七年外，成效真好，服务人数倍增，得到国家品质标准的认证。他们平常就是在家都是会很容易的喘，那呼吸的肌肉力量是需要去做训练的，那配合呼吸，他们在家的行动方面的话，也会降低他的一个喘的情况。强化肌耐力，会当帮助肺阻塞的患者呼吸，以病人的需求为责任，不断提升医疗品质。大新闻李亚平、郭志忠台中报道。嘛，关心到偏方的医疗资源实在是真欠缺，亲像高雄六股，敢那一间齿科诊所，所以齿科医师就发起了偏方卫教，要教大家正确的来保健咱的喙齿，希望从源头来减少口腔的疾病发生。一次刷几颗呢？两颗而已哦。洗喙齿的方式爱正确，每一个所在嘛拢爱录十个以上。是安怎爱这尔详细？抹上个困板显示者来录出以后，小朋友就明白啦。你没有刷的话，就一块整个红红的。老师也突然就是惊醒到，原来小朋友平常他们有做刷牙这个动作，可是有没有刷到这么彻底？其实从牙菌斑显示剂来说，就可以发现还有很多加强的空间。被 refer 到就是一些我们市区的一些医院做治疗，但是通常孩子的状况都已经非常的不好了。Kiko 医师对市区来到偏乡进行卫教，希望对源头好囡仔健康的口腔保健知识，目标是要照顾全六股区的六间国小。家长的对于这样子的口腔保健的部分还没有到很完整的讯息的时候，透过这样活动，孩子会学习到如何正确的刷牙。你三餐后都要先要刷牙，吃完就要刷牙，不要常吃甜食。偏向小孩期待教育比例偏高，嘴齿的保健常常让家长疏忽。有了热心的齿科医师，小朋友学会晓口腔保健，就对正确洗嘴齿开始。台新闻潘玉珍、郑瑞平高雄报道。主席当年为了在偏儿志工的办的来请照顾好吃的，更亲自把物资送到一些行动不方便、无法度家己出门的长者厝内，让伊买单感受到年节团圆的气氛。透早三点半，平湖静思堂的厨房就已经真热闹，准备围炉的好料理。志工的双手无闲未停。每年就是差不多半个月前就要开始设计，说什么每一道菜都要色香味俱全，要温暖我们关怀户的心，让他们有一个饱饱温温暖暖的心带回家。一年一度的团圆日，志工邀请了美发师帮照顾好打理门面。吴金珠放下店内的工作，带了两位员工来帮忙。
我觉得是抛砖引玉式的，就希望大家能一起来做这一个事情善事这样子。那有能力帮忙别人，当然是尽量的出来这样。剪这个头发来过年呐、啊，很快乐啊，义诊区毛真济老人家来求诊，特别是中医科。平常哈，他们可能都比较寂寞一点啊。来这里的话，就是人多，那他关心他。有时候我们跟他对话，也是一种药物，对他心里的也有一个支撑的力量。过冬后，陪着妈妈出席，我甲两个人还佫带着竹筒仔来捐爱心。实际常常来家里帮助我们，然后陪伴妈妈跟阿妈，然后给我们一些经济上的帮助，让我跟弟弟可以顺利的继续念书。所以他说，别人帮助我们，我们也帮助别人，这样。会当行出门的照顾好，大家做伙同欢，但至今嘛少念着遐行动无方便的长者。围炉过冬工，因特别前往西施来拜访老人家。大家叔叔拢来找到嘛？对。这些年哦，恁家阿玲阿丈不在那时，未啦，啊，剩家己是大人安尼。哎呦，嘿。志刚真像阿妈的亲人共款，将祝福甲喜气亲自送入门，陪伴老人家用笑容来迎接新年。大新闻邓宝珠、叶秋良、尤时章，平湖报道。这份欢喜温暖的关怀，伫家己嘛，甲照顾好做伙来围炉。现场嘛有提供义诊的服务。开到40岁的志刚陈雪华的义务来到三江，伊无求紧，只求人人拢欢喜。也佫有读小学做学生，捐出了30公分的长头针，讲是要帮助癌症朋友。嘉义联络处举办岁末围炉，义诊区真热闹，不只是夹头针，也佫提供电头门的服务。陈雪华规身躯开刀40次，也是坚持来付出。速度不要快，最主要就是把人家损人的心，啊，让人感觉出水的，安尼我也感觉我足欢喜的。陈小妹妹即马是一头电头针来参加活动，因为伊才打夹起30公分的电头门。一顶30公分的头发只能做8公分的假发，所以就打算要留长一点，以后捐出去可能让癌症病友比较有机会可以得到长一点的头发，让他们选自己喜欢的样式。因拢捌受过人帮助，即马有做人的机会，无想要错过。黄老太太嘛感受到这份的爱，因为即马厝内底正需要一个电煮锅煮饭。啊，无我剩也无电锅，也无电煮锅，啊，恁煮侪，想我一个电煮锅，我足欢喜的，万分的感谢。办桌办了47桌，香节志工是对透早就开始无闲，也阁有合唱团和音乐志工来相助，过年团圆欢乐的气氛，互煮侪一家人的好感情更加深。台视新闻叶素满、洪文斌、王宪正家己报道。就准备要来过旧历年的新年了，海外做这几天嘛，拢趁着过年前来为艰苦人寒冬送暖，来好过年。越南的做这几天，就伫平阳省的板发红送上一挂爱心甲祝福，恭敬弯腰送上一份祝福金，也阁有10公斤的大米。台湾和平阳都有những phần quà Tết để tặng cho những người nghèo。những người khiếm thị, những nạn nhân chất độc da cam dioxin của tỉnh Bình Dương thì năm nay. 新年拄啊开始，朱姐志刚伫越南平阳县宝胖县、富教县，还佮有油丁县，为贫困的弱势家庭发放物资。88岁吴婆婆是独居的老人，一透早5点外，转了2班车才到。hiện nay bà cũng là chúc cho các con đầu năm xuân mới sắp tới.Thì đã, chị em là đều mạnh khỏe, vợ chồng rồi con cái rồi bố mẹ anh em thân bằng quyến thuộc là vui vẻ hết tất cả như hôm nay. Về mua nước mắm, nước tương, rồi mua muối, mua chao đồ để dành Tết đồ ăn. Bình Dương huyện Cù Lì, thủ đô Hồ Chí Minh chỉ cách đó 50 công里, chủ tịch Đăng Kỳ tại chỗ quan hoài trợ bình, mà đại động xã khu chi công tổ chức kinh nguyện phát triển.Chi đó là sự ấm áp và để tính nhân văn. Ngoài cái trần thực hiện ra thì mình phải luôn kính cẩn với người lớn. Lúc nào cũng phải đưa hai tay và trên môi lúc nào cũng phải nói nụ cười. Đây là điều đáng trách nhất phải hỏi.
Dạ.台政治博弈嘛，也是未来扶贫助弱的最好推手，用希望迎接春暖花开的一年。台新闻华南报道。组织爱的卡列自台湾到国际，就来看到在印尼如今四大职业一一落实，更有真侪在地志工嘛拢真正来投入，上林就真赞叹即挂印尼志工。会当做组织，无分宗教，无分国界，只要方向正确，人人都会当共行菩萨道。以前印尼有灾难，我都爱真烦恼啦。但台湾安怎去解支援？现在呢，连动就不需要动，舒服的安心，连心都唔免烦。他们呢，总是呢，可以这样很快速。上轨道，不管行善，或者是医疗，或者是人文，或者是教育，他们已经呢四大都合起了。他们投入慈济，我没有要求他们说你一定要信仰某一种宗教。你按照你原来的宗教，但是呢，非了解慈济不可，非以慈济平行不可。宗教的信仰回归来了，都是一个爱，这个众生平等啊，他们都知道都有佛性，这就是佛性，就是人的本性，他会清楚。而且很精很勤，都在修行啦，这法入心来了，这实在是让我真欢喜，让我很安心的吼。他们总是呢不分宗教不分国界吼，他们都做到了身心信解正方向。以上是台语新闻，刷来把时间交予国语主播易婷。谢谢金霞，我是林易婷。国语新闻的部分呢，首先带您关心的是地震消息。印尼群岛的松巴瓦岛今天连续发生了两起规模6以上的地震，最新一起的时间是在台湾时间的下午1:10左右。根据美国地质调查所测得的数据，规模达到6.4，而深度只有27公里。目前官方没有发出海啸警报，不过在当地大约7小时之前也发生了一起规模6的地震，所近两起都没有传出伤亡的灾情。而另外也持续带您关心的是外电新闻，新巴威政府在前两天为了掌控抗议的活动封锁了社群网站，最高法院宣布这样子的行为已经违法了，并且要求电信公司要立即恢复所有通讯。鲜艳的黄底黑字标语控诉新巴威政府镇压民怨的不当行为，但现在最高法院还给人民公道，宣布政府切断网络的命令已经违法。Judge Owen Tagu of Zimbabwe's High Court announced it has become very clear that the minister has no authority to make the directive. He commanded telecommunications firms to unconditionally resume the provision of full and unrestricted services to all subscribers forthwith. 新巴威人民连日上街抗议油价高涨，当局为了控制情势两度切断网络。法院还特别指出，有权关闭网络的人只有总统姆南加瓦，让外界不免怀疑安全部其实是接到元首指示。He has to have a dialogue to engage the opposition. 总统姆南加瓦已经宣布缩短外交行程，取消本周预计参加的世界经济论坛，将立刻回国控制动荡局面。大爱新闻郑宇轩编译。每年都有大批的移民和难民前进欧洲，当地的民众呢害怕说移民带来的传染病是不是会在欧洲的各个地方扩散。不过世界卫生组织在星期一的时候首度发表了健康报告，强调面临健康威胁的人其实是抵达欧洲的移民。移民互相拥抱，百感交集，因为终于结束在海上的焦急等待，总算可以踏上欧洲领土。
International migrants make up about 10% of the population in the European region. Out of this, less than 7.4% are refugees. And in some of the European countries, citizens estimate that there are 3 or 4 times more migrants than they are in reality. 每年都有大批难民长途跋涉来到欧洲，许多民众忧心他们恐怕会带着传染病进到各国。不过，这份忧虑周一被最新研究推翻。The refugees and migrants who come to Europe, they do not bring any exotic diseases with them, any exotic communicable diseases. The diseases that they might have, they are all well-established diseases in Europe. 世界卫生组织首度公布针对欧洲移民的健康报告，内容指出，移民抵达欧洲后，因为生活环境不佳，饮食改变，健康暴露在威胁中。 At the same time, the report brings some statistics. It says that in the European Union and the European Economic Area, it's almost 33% of new TB notifications are from foreign-born individuals. 40% of new HIV cases are also from foreign-born individuals. 这份报告希望引起各国对移民健康照护的关注。 由于许多非法移民没有身份登记，世界卫生组织呼吁欧洲各国需要改善现有措施，才能为移民和当地居民的健康把关。大爱新闻杨晴编译。治疗乳癌的技术呢，持续在进步。以色列一间公司研发出最新的疗法，可以缩短疗程的时间，侵入性也小，更可以不用住院，有望改善目前传统乳癌切除技术所带来的不便。 笑容满面走进诊疗室，创新的乳癌疗法让他安然度过这场人生危机。 It's fantastic. I don't have words to express to you what a relief it is that they didn't have to cut me. 以色列公司研发出最新疗法，借由冷冻微针的标靶治疗摧毁癌细胞。治疗过程只需2-30分钟，患者不必切除乳房，费用也只要开刀的1/3，是乳癌患者的一大福音。Important fact is that we have a technology that enables to freeze only the tip, the last 2, 4, or 5 centimeters of the probe to a temperature of -170 degrees. While the entire shaft of the probe stays at room temperature. 由于针头的冷冻技术不会伤害到健康细胞，美国医学期刊发表的研究数据显示，日本就有超过200名女性接受这款最新治疗，而且在3-5年内的复发率低于1%。 Shamil also told Reuters that the cost for their treatment is somewhere around $4,000, or about a third of the average cost of a mastectomy. Continuing that with a portable ultrasound and their device, you could treat people literally anywhere. 虽然目前技术仅适用于乳癌第一、二期的初期病患，而且癌细胞必须小于1.5公分，不过去年的市场应用规模已高达8亿美元，预计到2025年将扩大至20亿，可为全球女性的乳癌治疗带来重大改变。大爱新闻杨晴编译。 把镜头转回国内，来自印尼的退休高阶军官和眷属今天是来到了台北慈济医院进行一日健检，其中慈济医院的尊重与感恩的人本精神让他们直呼印象深刻。由印尼前情报局长 Hendro 将军带队，他们都是印尼退休的高阶军将与眷属，平日协助慈济在当地的置业推动，这次来到台北慈济医院健检，都非常期待能体验台湾的高水准医疗。 All of us will go to the hospital, very famous hospital in the Southeast Asia, the best and very modern hospital, and very good service. 健检团的平均年龄在75岁以上。为了让贵宾感受温暖的服务，医院客制化安排，有专人代理与翻译，每一个人都接受适合自己身体需要的科别看诊。我们都是有一定的流程，要。 有特定的翻译哈，让他们感觉到宾至如归哈，包括用餐也是一样。如果有一些是糖尿病，他的病人需要快一点检查，我们也都可以安排，完全符合我们病人的一个需求。一位75岁的上校退役军官，过去曾有小中风，这次安排了心脏内科及胸腔科，从迎接、检查、看诊到用餐，都让他感动并且印象深刻。Jadi saya mulai susternya, dokternya. Mewawancara saya diantar ke sana kemari, ini luar biasa, mencerminkan ajaran Buddha
Ya, yang saya ketahui, saya dengar, saya baca, ini betul-betul dipraktekkan di rumah sakit ini.医护团队的用心，贵宾们都感受到了。台北慈济医院把握这份难得的缘分，发挥慈济医疗以人为本的服务，感恩这群护持印尼慈济置业的大德们。大爱新闻刘荣、张振龙，台北新天报道。东京的电力公司宣称要在2020年完成福岛核电厂的污水处理，并且排放到太平洋。但是绿色和平组织发现，现在的进度严重落后，更不可能达标，呼吁要尽快想办法。日本311大地震快届满8年了，福岛核灾却一直没有办法妥善处理。现在的辐射污水量已经超过100万公吨，官方号称有89万公吨处理完成，但绿色和平调查发现，这些处理完成的其中80%放射性物质浓度都还是超过排放标准，而且整个污水甚至还在以每周增加2000公吨左右的量持续上升中。为了节省成本，在50年前就决定把应该要盖在高于海平面35公尺的核电厂，只盖在高于海平面10公尺，也就是说它离海平面是非常近，它没有办法抵挡持续进入反应炉大楼、反应炉建物的这个持续进入的这个水量。这些污水中共有5种放射性物质，铯137最严重可能会直接致死，钴60引发肾脏、肝脏病变，铯90会造成贫血骨癌，碘129半衰期长，氚则是现有技术最难处理。你目前对于环境来说最保险的可行的做法，是以封存的方式封存这批辐射污水。那以这个放射性物质氚的半衰期来看，至少封存123年之后，再以当时的技术来处理这一批辐射污水。绿色和平表示，东京电力公司已经不可能在2020年达成完全清污的目标，更强烈反对把污水排放到海里，呼吁要花更多时间精力去想办法解决，共同维护环境，别再把成本预算当唯一考量。大爱新闻黄杰、邓英中台北报道。插播低温特报，在台南以北、东北部、东部沿海空旷地区，还有金门、马祖都将出现10度左右的低温，民众要注意保暖。而不过现在天气这么冷，社会各角落就更需要我们的关心了。在新竹静思堂举办冬令围炉，邀请了照顾户前来一起感受新春年节喜气的温暖。舞龙舞狮，洋溢欢乐气氛，是慈少团队的新春献礼。就像回娘家，新竹区292位照顾户欢欢喜喜参加冬令发放围炉活动，感受新年气氛。我今天来到这边的话，我看到慈济，就是感觉很温馨。义诊区加医、内科、中医、牙医，33位大医王为大家健康把关。今天是怀着很愉快的心情来这边，因为可以看到一些师兄姐，可以互相问候近况，还有可以帮一些大朋友、小朋友解决他们牙齿问题的一小部分。每一个细节都蕴藏着无量大爱。慈济大家庭分享心灵飨宴，大爱新闻真善美志工詹义明、林信言新竹报道。在马来西亚的席加末也邀请了照顾户来参加岁末发放，照顾户前来参与之外，也感恩志工的引导和陪伴，改变他们的人生。喜家末岁末发放，慈济志工粉墨登场，以乐器演奏欢迎照顾户一起来欢聚。啊，现在我看到天气啊很好，房间也好，放假了啦，现在我看开了啦。台上照顾户感恩志工的陪伴，让他们走过艰辛。看了我很开心了，没有去烦恼了，感觉我要做环保。我有能力，我可以帮助别人，因为我现在开心很多。我帮助别人，我也是很开心。以前人家慈济帮忙我，现在是有能力，我可以帮助别人。志工用爱触动爱心，安定人心之余，也启发了爱的循环。大爱新闻江妙珍、苏欣怡，马来西亚报道。
而在江苏昆山，日前也举办了岁末祝福，慈济志工邀请社区的民众手语演绎，那份真情让所有人都好感动。笑脸迎人的财神爷带来满满喜气，昆山慈济志工举办岁末祝福。四场活动有近2000位民众一同感恩祈福，光是前景学校师生和家长就来了600多人。想通过这样的方式，每个班都有家长来参与和孩子，然后让更多的人感受到慈济的文化，然后改变自己，改变每个人的内心。慈济这么多年给我们学校的一些帮助啊，当他亲身经历过，而且回放了我们2018慈济的大章经的时候，我就感受到原来慈济做了这么多这么多，我们了解的只是一个皮毛。往年慈济人的手语演绎，今年改由这群社区志工妈妈带着他们的孩子登场，大家虽都不是专业，但用心撼动全场。我家孩子刚开始他说妈妈不去我也不去了，我就鼓励他，我说那我们一起参加。这两首曲都是讲那个父母如苦含辛的养育我们，然后那我们要有一颗感恩心，孩子呢在这方面也可以锻炼自己。这些妈妈们都很积极的投入，带着孩子一起来积极投入，你看我们的演绎真的非常的棒。不管是志工还是民众，大家彼此祝福，也期待平安欢喜的氛围能长长久久。大爱新闻真善美志工江苏报道。新闻的最后，带您来看埃及艺术家用泥巴青草来绘制家乡的古迹，同时也感谢您的收看，祝您平安顺心。